勒布朗，哦，好，来了，给大家见识一下勒布朗。勒布朗跟杰，你们要哪一个？哦，我们这把伤害好够哦。下路。哎，我是下路啊。哦，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怎么是下路？哇！那我玩炮娘好了，我玩炮娘拆塔，我看能不能很快拿到那个160块钱。OK， 来吧。两等来杀他，好，这边没招了，死吧，兄弟，没喽，嘣，嘿嘿，好，比数1-0，下路。推一下塔再走吧，这个盾一堆钱可以拿哎。哦耶，猜到了！哇吼！他这么有意思的、啊，嘿，意思再好还是得死的，下去。哇，伽罗好猛啊！他还用身体帮我挡哎、欸。好，现在比数3-1，这我一定要拿。坚持到最后一刻，这才能赚最多的钱。放个眼，我可以单杀他的，看看我的演技如何了。OK， 死了，哈哈，我演得好。我躺在那里，我来背对一下。嘿，没出来，这都没出来。哎哎，好吃。跑车不重要啦。英雄联盟就有一句俗语，炮车都是俗语呢。不吃炮车的人才能掌控胜利。嗯，火大朗朗，我也火大了。可怕！哇，易大师跟我要来喽！啊，易大师先砍一个。是哟，易大师。哎咻，圣拜尔，小妹妹不要跑。你别啊，去死。还敢跟我换呢，下次把你们家都拆光光。哎，哇哇，被火人弹死了。哇哇，一大师真的是跟鬼哎、欸、哇，一大师真的是跟鬼哎、欸、对，上天了啦，连吃你3场。喂、欸、嘿，厉害啊，厉害，火大朗朗可以。我大朗朗，我想说可以闪掉他的招之后一波逆转的。对面暂时是不敢搞事了，上路超级士兵进去就把他家给拆了，就 H 那啥来着了， HK 那啥了，打BQ连战， HK 攻破了2座的珠宝防御塔，而且牛也要倒下了。哇，一波团战直接 GG。 哎哎，哇哇哇，伊拉斯狂了。这个好像是看起来是在送火啊。完蛋啦，
哇，喜翘翘啦，我们被 ace 了。可惜啊，我应该拆掉这个兵营的，应该用命拆掉兵营。你们看我攻击力，四舍五入一千。喇叭哥，凉了。一换一呢，哇，我也要死啦 ！Nope， 完蛋啦，我们要全灭了！快跑哦，山卓！再见了，珠宝。Bang！这里真的是一波了，GG。哇，我还是死了，喇叭哥到了，喇叭哥已经抵达，害怕啥？他会被我杀，说啥了？